跳起来，发现太阳早已在我的屁股晒呀晒。哎呀，我这礼拜冲进教室又满一排，这学期最后一堂课会议全跑出来。金黄教育头那边看摄影距离要多远，湖边天空金黄一片，看似夕阳却是白天，那些骗人的照片我们要学习去分辨。哦，带你走我的特效，奇妙复杂又酷炫，还有魔性肌肉和构架设定的专业，老师带你用心教导我们这一切，拜托老师这些期让我们分数飞